阮故乡产伊种三四份的菜粿，啊，伊就开始咧油田啊，就是要饼。啊，当然我嘛有看长顶啊做者菜粿，伊的看法就是讲过来慢无够工。啊，我讲啊，你安尼是不是想互我来慢慢的刮刮，互我代理一下乡亲来送？伊讲好啊，啊，我就怎长就用六点钟久的时间，我家己一个嘛，啊，穿雨衫，落雨，即六点钟久已经刮刮断，啊，刮断了后，我等下十点就发布。来，啊，予个咱在林里的乡亲，啊来免费送予伊。即届只啊挂400条，本来按300，啊结果有甲算400条，大大小小400。啊，当然真正是无容易啦，我拿手哦叫糖加了，对啊。啊，佫两支卡嘛呢，拢有叫糖加。啊，而且伊产品呢，我确定知影，伊完全拢无死容易。我你丢专在专定啊吼，去搬只个菜粿。哦，啊嘛足用心的啦，啊嘛叫糖加加呢，啊，阮大家拢个感谢，哦，啊，谢谢，都予大家啊，甲农民斗三工，啊嘛甲阮大家斗嘴，各拢斗三工。